河美文献宫为了鼓励学生在海洋顶面继续前进，因此在举办发挥的同时，也举办奖学金发放的活动，并且邀请到河美镇长亲自颁发奖学金，由各校校长和主任等等代表来接受。苗芳表示，奖学金发放对象包括河美镇国小、国中、高中毕业班学生，希望因会当伫将要迈入人生新阶段的同时，也当伫海洋顶面继续努力。今仔日呢？来举办到这个年终的社平安仪式哈，那么咱美圣宫呢，每一年这个年终的时阵，代表着咱圣庙慈悲的心，对着咱在地河美河美镇的各中各小哦，这优秀的学生囡仔，咱来给伊颁发到这个奖学金，来给伊做鼓励啊，希望讲这囡仔啊大汉了后呢，对咱的社会国家啊，拢总有真大的这个贡献。真感謝咱秀峰先生各嘉賓莅臨到咱美聖宮，更加歡迎日後大家半價到咱河美美聖宮參香奉茶。受到邀請頒發獎學金的鎮長阮厚爵表示，美聖宮主祀梅州天上聖廟，雖然成立無久，但卻香火鼎盛，廟方更加是熱心地方供應。其實東部文的新書館吼，看不久，靠就是艾特各位吼，真心真心念書吼。今天我们美圣宫举办我们奖学金的一个颁证哦，然后我们各学校邀请各学校，然后提出他的名单，我们在学校优秀、品格优秀以及成绩优秀的一个学生，我们宗教来结合我们的一个教育，我们宗教来结合我们的一个爱心，是一个非常的大的一个善举。我们希望这个的能借由宗教的力量来倡导我们的一个教育，让教育真的有爱，有爱来出发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。然后由他们接受到小朋友接受到这个的一个奖学金，能够回归到一个正向，等到他们企业有成，能够再回馈我们社会。河美文献宫成立在民国1804年，庙方人员表示，一切事务拢是圣庙娘娘指示了来进行，民众所捐的油香嘛作为公益捐出，希望借此度化众生。新竹县新闻李炳宏河美采访报道。